找 first derivative for 这一个 x cube using first principle。So 我们在做 first principle 的时候呢，我们要记住这一句，就是说我的这一个 dy dx 等于 limit 那个 fx 加 del x 减 fx over del x。So 在这一边呢，我们做这种题目的时候呢，它有两种做法。第一种呢，是一个步骤一个步骤来做。首先我找出这个 fx 加 del x，所以它就会变成了 x 加 del x power 3。如果 fy y power 3，fz z power 3，fx 加 del x x 加 del x power 3。x 加 del x power 3呢，它会变成 x power 3加3。然后，我们 Pascal 一个1111211331哦，so 3x2y3xy2 加那个 y cube，，so 你自己本身去做这个东西的时候，你会拿到这一个了，so 我就有 del x 加 3x del x 加那个 del x 的 cube。这个是 del x 的 square，这一个的 expand 我就不在这边修了，你自己慢慢去修，你会学到这个东西出来。expand 出来哦，你开三个括弧这样来乘，其实不用了。我们在 Form 2 Chapter 1的时候学的 Pascal Triangle，它这一边1331的时候，你就在这一边，它就是1331，x power 3 x power 2 x power 1没有 x，del x power 3 del x power 2 del x power 1没有 del x，这样就可以有了。OK，然后再接着第二个步骤，这一个减这个，so 这个减这个的时候呢，它就会变成了这一个，OK，减掉 x cube，这一个刚刚找的，减掉它原本的 x cube，so 我的 x cube 减 x cube 没有了。所以它剩下什么东西呢？它剩下的是中间的这三个东西，OK，所以它会等于这个。然后第三个步骤的时候呢，我们把这个东西，fx 加 del x 减 fx over del x，它就会变成了刚刚上面找到的这个东西，除以 del x。你除以 del x 的时候呢，它就是这个除这个除这个除，然后它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，它就会变成 3xy 加 3x del x 加 del x 的 y，然后最后一个步骤就是整个写完，dy dx 等于 limit del x 去零，刚刚我们第三个步骤找的东西，所以它就会变成呢。limit del x 去零，这整个东西。然后这个时候我们把 del x 是零放进去，我的 limit 就不用写了，它变成 3x2 加 3x 乘0加0的 square，它变成 3x2。好，那个是分段的做法。然后我们现在呢来看高手的做法，高手的做法是怎样的呢？高手的做法呢是我们一来就直接上它最终的 formula，然后它这一个就会变成 limit del x 去零，x 加 del x 的 power 3减 x power 3整个东西除以 del x。然后我们的1111211，然后1331的时候，它这一个会变成 limit del x 去零，x power 3加 3x square del x 加 3x del x 的 square 加 del x 的 cube 减掉 x cube，整个东西再除那个 del x。好，然后在这一边的时候，我们就可以看到什么东西呢？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一个
减掉这个就没有了，所以它的这个东西呢就没有了，这个也没有了，这个，它变成这样，然后再接着这个除掉 x 除掉 x 除掉 x，所以它就会变成了这一个limit del x 去零，3x square 加 3x del x 加。del x 的 square，这个时候我再把 del x 等于零放进去，3x square 3x 乘0加0的 square 等于 3x square，这样就拿到答案了。第二个方法会比较容易啊，可是第二个方法呢，就你要很熟哦，你才能够用到第二个方法哦，不然你就分段一个一个步骤这样来做咯。